我刚才跟大家讲的时候，可能我刚才跟大家讲，你们都很有兴趣，好像人间的东西。其实呢，师父教大家一个方法，一个方法呢是心情经常不好的人呐、教你们一个人间的方法。除了念心经之外，还有一个好方法是什么呢？就是要多喝水。为什么？有道理的。因为心情经常不好的人容易发火，因为气是生出来的。当你身体上拥有很多水的时候，你这种喝茶喝水，你就会有回神的功效，它会让你精神啊越来越提，振奋自己的情绪，然后让你明白更多的道理。所以你去看喝茶的人不会吵架的，所以叫功夫茶，吃茶要有功夫。自古以来说心静如水，为什么把人的心态放水一样呢？人的心要像水一样的平静。所以当我们给菩萨供水的时候，你并不是认为观世音菩萨嘴巴干了，我来供一点水给菩萨，这是你们的想法。实际上供水就是把你的心供上去，因为心静如水，观世音菩萨这个水就是我的心，我表表心意。所以为什么以茶当水啊？在中国古时候还有以酒水，对不对呀？再说喝酒也离不开一个水字。所以当你能够经常用水来洗涤自己心灵的时候，你的心会越来越干净。我问你们，你们的衣服脏了，你们身上脏了，用什么洗啊？水。好的，如果你能经常保持人身体上有水分，经常喝水，你知道人体有80%是水分呢、所以你看人死了之后全部会蒸发掉，就剩几根骨头啊。所以人体是完全靠水分细胞运作，完全是靠水。所以一个人比方说出了汗太多了，是不是缺少水分？所以人一热就想跟人家吵架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多喝水可以免去吵架，一边喝点水，拿杯茶放在边上，念一遍心经喝一口，念一遍心经喝一口。这个时候你保证不会吵架，这个时候就算你先生想跟你吵架，你都不会吵架，因为你心静如水。